大家好，好 DJ 八分是 DJ 第三日 Jason，要来每逢星期四的，不对，今天是星期五，DJ 的五分钟怪诞 news，让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更新吧。那首先第四天回降临，6点钟直播，不见不散哦。第二霸者之塔，里霸者之塔北的出现时间为7月7号的12点到7月25号的12点。那第三是 Monster Freak 的活动哦，寄兽神技五星几率 up， 跟上一次一样，每日首十抽啊，五星几率会提升到24%。抽蛋池出现时间为7月7号的12点到7月10号的晚上12点。那第四星空诀降临，这个木轰就是 Monster Freak 活动当天的那个降临时间是大概5点吧。然后第五新乐团哦，那这算是乐团系列的最后一支了。根据 Game With 啊，是叫木末复活，进化贯通平衡型，被动超反伤，主题镭射，魔王杀手 L， 巨能反重。大招是8回合的加速加攻，以及聚集同伴到附近。那友情技能是超强闪裂弹，这是22域未来 MVP 无疑了。还不能稳过的建议抽一下哦。那神话呢？贯通速度型，被动超反传，弱点杀手，技能反板块冲刺。大招是8回合对3点内敌人造成大伤害。若不知道是什么的话，可以用一下伊甸的大招，就一模一样的。有型技能墙壁设置3叉雷射，副有型跳弹。那根据原本的墙壁设置雷射呢，这次的雷射应该也是 EL， 再配合弱点杀手的伤害，应该是非常可观的。那另外最近会出一个新的抽弹池，专门是抽新乐团和 Two for All 用的。如果没有 Two for All 的玩家，极度建议抽这个池哦。然后第六复刻关卡一如既往的刷集运啦，时间为7月11号的10点到7月12号的晚上12点，时间有点紧迫啊，我自己一只也没刷，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。那第七星战的贴图哦，是超兽限定的角色的图，会有相对应的语音啦，但是要氪金才会有哦。然后最后。禁欲前兽神话，来看这位美人的被动吧。贯通平衡型，被动反伤，超反传，逢魔 M。大招是12+8回合加速加攻，然后对盾牌和比特盾造成大伤害。有型技能是8方向雷射 EL， 副有型中距离毒扩散9。这是7月3号怪诞 news 全部内容。那7月11号 Monster Freak 直播不见不散哦！如果大家喜欢这种全字幕影片，记得按个订阅和喜欢。那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